开关，风扇开关，加热开关，温度调节，速度调节，急停开关。接下来是如何更换自轮。首先将螺丝拧松取下，将后方的铁块提高，取下自轮，将事先准备好的自轮将这一方面朝外提高铁块，拧紧螺丝，如何更换齿形带。如何更换高温带。首先顺时针旋转，将铜块上升，然后把齿轮推进去，取出高温带更换，将铜块复位。